大家好，我是二丫。今天西西不上舞蹈课，带孩子回来转一圈，走吧。走吧，走，看老娘，看老娘在家来了。来老娘，大点声。来老娘，哎呀，阿弟来了。哎呀，我西西来，阿弟在那俩腿好看的。哎呀，你站一个，后边一个，后边一个，你给他站个来，像老娘来的，像呗，像那个，啊，干啥呀？你这，要爸爸个，哎，要穿鞋，你穿多大的呢？不是，我那时候住两百，走，咱去叫俺，往回走。哎，叫另外的，你给弄着吧，弄两本走。这个派子一天派一天，然后快回来两个。对呀，我瞧不起妈妈，上后边的，回来这儿洗，回来放蛋来着。啊，老老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这个小，还有这么长时间不？哈哈哈哈哈！你看看，可大，你看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的妈！回来洗洗的，回来的，走，回来你放蛋来着。你老老家成天派你派你，这要派肯定派月亮似的，终于把你派回来了，是呗？赶紧往屋里热热，姥姥跟你说话的是呗，把空调开开吧，热了是，这不好热两把平均的，看啊，又落着凉。叫孩子多吃点猪肝，得趁没事了给孩子买点猪肝去。你跟孩子去买的，我去买的。叫孩子摘些，叫孩子长高来了就行。明天吃鸡蛋。哦，那那不是几点拿着，叫孩子吃鸡蛋。明天吃，俺吃俩鸡蛋。吃鸡蛋，光吃鸡蛋不来钱，得多种营养补充。小妈妈给买点猪肝来呗，经常我给炖点排骨。那是啥？
那啥。